Hello, Feel Beauty 的观众大家好，我是梁永婷 Rachel。我喜欢吃咸点多啲嘅，因为我会觉得咧咸点咧佢系有多啲唔同嘅选择，亦都可以有多啲唔同嘅菜式，所以我喜欢吃咸点。我喜欢匿喺屋企，因为我是一个好黐家嘅人咯，同埋可以长期对住我啲狗。我会觉得我是内敛得嚟，慢慢就好热情嘅人嚟嘅，即系我会观察咗先，但系某些时候会很热情的。我会我今天可以接受叫女神的，因为今天化了一个这么漂亮的妆，所以被人赞一下都 OK。 我会喜欢波鞋多一点，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做运动和要放狗的人，我觉得波鞋就会方便一点。我会选拍浪漫爱情戏，因为我好期待有一个角色可以俾我化咗一个靓靓嘅妆啦，然后就谈一场好正嘅恋爱咁样咯。我每日手袋必备嘅三个 items 咧，其中一样咧就系呢个 Make Up Forever 嘅唇膏啦，因为我觉得咧佢个色咧系好持久啦，同埋加上咧我系个嘴系一个偏干嘅人嚟嘅，就算可能有时食完嘢抹嘴啦，但系唔记得带润唇膏都好，只要我用佢补个妆咧，都有一种个嘴会涨卜卜啦，同埋个颜色好靓嘅感觉。而咧第二樣嘅嘢咧就係 Make Up Forever 嘅 HD Skin Hydra Glow 嘅粉底液啦。咁咧其實咧我平時屋企咧就係用咁大支嘅，但係我覺得佢好好咧，佢就有一個變葵妝啦，就係細細支啦。所以有時候咧，如果我要拍嘢拍全日啦，或者出去做訪問做全日嘅話咧，有時候咧啲妝咧就會要需要補妝噶嘛。咁但係依支補妝咧，其實咧佢個質地咧係好水潤啦，然後又可以護膚喎，亦都唔會產生一啲裂紋嘅情況出現啦。所以我咧就好中意用呢只粉底嚟補妝，之後再加少少 Make Up Forever 嘅碎粉咧，咁個妝就 perfect 啦。而我最後一個需要帶嘅 item 咧，就一定係我嘅電話啦。因為有時候咧出去做嘢，成日咧我係一個好黐家嘅人啦。頭先都講咗，咁我當我掛住我嘅狗狗嗰陣咧，我就可以望住佢哋個樣，然後媽咪出去努力工作，然後翻屋企咧就可以睇到你哋啦，咁樣。咁我今年咧最想學到嘅事咧，就係化好一個靚嘅妝啦。因為咧，我細個咧成日都覺得化妝係一件好容易嘅事，尤其是簡單嘅妝都係好容易嘅。但係咧，自從我入行耐咗啦，認識得多咗化妝師之後咧，就發覺越簡單嘅妝咧係越難化得靚嘅。但係咧，自從我認識咗 Make Up Forever HD Skin Hydra Glow 嘅 product 之後咧，就發覺咦，原來用一個好嘅 product 咧，可以令到你嘅妝容事半功倍嘅。因為 HD Skin Hydra Glow 呢個粉底液咧，就可以令你嘅妝容咧有種水潤嘅感覺，佢係將化妝同埋護膚二合為一嘅一個產品。咁對於獎項嚟講，我記得當然會揀最佳電影啦，因為我覺得一個電影嚟講係一班人去努力去創造而成嘅一個作品嚟嘅，所以我希望八日之下可以能夠得到最佳電影。我就都係平常心啦，因為我是對於 Jennifer 啊、John 哥啊、導演啊、攝影啊好有信心，我就係都係一個諗住去化一個靚妝，然後參加一個盛會嘅心情去參加金像獎。大家記得留意 Feel Beauty 每個星期嘅美妝運動片啊！